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具哦，守卫家园。剧盒里面呢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植物，一个僵尸，我们来打开它。这是大嘴巴食人花，它的嘴巴呢很大，可以直接吃掉僵尸，而且从后面呢还可以发射炮弹。这是埃及僵尸，我们来让食人花发射炮弹。炮弹呢塞进它的孔里，然后按下它的身体，哇，炮弹一下就被发射出去了，而且打倒了埃及僵尸。我们再来看这一盒里面的两个人物。这里面呢同样是埃及僵尸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向日葵。向日葵呢它可以生产太阳，而且还可以发射炮弹来保护自己。来试一下它的威力，和食人花一样打倒了埃及僵尸。我们还有两盒植物大战僵尸，我们都把它拿出来吧。哇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看这次的僵尸可真是厉害呢，看上去长得好奇怪呀，都非常的恐怖，而且他们的威力也很大哦，他们要向前攻击。豌豆射手要反击了，哇，居然对僵尸丝毫不起作用，他们继续向前攻击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食人花要帮助豌豆射手一起抵抗僵尸。哇，终于打倒了一个，还剩一个。在植物家族的齐心协力下，终于度过了这次的难关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